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成人自学钢琴，今天和大家分享其他几种伦巴。第一种，纯左手伦巴，全部用左手控制。恰恰这是纯左手伦巴。第二种是左右手配合的，比如一二三四，一第一拍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这是左右手配合的伦巴。那再和大家分享一种古筝的爬音。这是一种，如果往上爬的话呢，哆啦哆来咪来咪嗦啦嗦啦哆。好，分享到这，拜拜。